今天风大，我到这还没来看看里面什么地方，昨天早一点。你看这里好像挺干净，这里浪比较大，有的东西都给冲到这上面来。洞里面也没有，我转过去看一下有没有。很干净，没有。转转转转。现在我给转到这边来，这边有几个泡沫球，还挺好的。像这个就不要了，看等下。清理队会来清理，像这个有用的我都给拿去，这只绳子给断，绳子给断了，就这个给拿去。那边还有一个，现在有水，我要去捞一下看好不好了。像这种海草给卷在这里，看看有没有东西会给卷在这里的。现在一定是没有用的，你看这个拿去做饵料是可以，不过我这个也太炸了一点，不带不带，他们会等一下会来处理。这还有破网，破网在里面也拉一拉，看看有没有那鱼什么东西给挂了。今天这都没有，找个一个好好的，我下个板子来就混太大了。鱼子给它飘上来了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鱼。你看，哇，吃的还挺惬意的。我不去打搅它，它现在可能看见我了，有点怂的，哦，还是经不住诱惑，还是吃的，哎，不去弄它，我们旁边去找一下看有没有。我那边有挺多大大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用。这个不错，给带去，其他的就不要了。这里找一圈，就这三个比较好的，我给带走了，其他的就不要。水边都是海草，你看像这种海草，哦，都是跟卷了一堆的。这里还有两个坏的泡沫球，那个没有用了，我就不去弄它了。这边还有绳子，我去看那绳子有用。像这绳子都是断了。这种绳子比较便宜，一斤收汇品只有4毛多，这种绳子就贵了，一斤1块多。这下面规指不定的还有，哦，这里还有一条，哎，哦，这一条是19钩呢，哇，就把个站这么大，看，我还能吃的，看看。放这里，这绳子给拉一点，兄弟，这就是自己不用，当汇品用也可以，1斤1块多。哇，挺多的，搞不动，下面太重了，哎，这没刀没办法，我看这一条能不能动，这条能动就拉这一条，哦，这一条可以，断了，哎哎哎。